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是侵占他人的身和心的，伤害他人的身与心的，都叫做隐性啊，本是净性的因，就是人之心性本善，每个人的心，那你的性本来都善的，没有心性就没有这些糊涂事啊。那除隐即是净性身。若是一个人能够除掉这些邪淫淫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即是净性身，你就净性的身。所以很多出家小孩子小就出家了，比较能够修成正果。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有儿子了，为什么也能成佛？他这个不是一般我们色身的修行，而是从反省忏悔念心去熏陶。所以我从自己修行的经验安心法要你们最好依法修行。这个性中自构自离五欲。什么叫五欲？眼耳鼻舌身五欲，眼睛所看到的，你想要的一定充满了欲望，你想要只要我看到了我什么都要，眼睛所看到的欲望，耳朵所听到的欲望鼻子所闻到的欲望，舌头所甜到的尝到的欲望，身体所感触到的欲望。所以济公佛陀济公禅师他修的是什么法？五欲离五欲。身体的欲望他穿了好薄膝盖薄的薄啊呢哦啊呢写工啊呢裹来的准的一些油。他一辈子只有穿这一件而已，他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会毁灭的。我们的身体呢，你看到的时候，看到穿了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法，才常常会有破洞的。我们对于领悟，对于修行，对于思想等等，常常会有破绽的。所以济公呢，他就穿了那个破破洞洞的。破了就要补，谁能无垢？圣贤神仙怕过五七臭，所以他穿的那一件袈裟呢，他的衣服呢，就给大家看了，破了破了，哎破，破了勇于认错，破了就错了就错了，错了我们就改过，离欲离开我们眼界，眼耳鼻舌身五官所患上的烦恼，我们离开它。好的，你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啊，见性，你能要看到自己的本性，啪这一刹那，你都看啊清清楚楚。所以各位，我们要注意修行的法则有两个法门，一个顿悟法门。一个渐进法门，慧能大师他修是顿悟法门，神秀大师是渐进的法门。
那么神秀大师呢，他好奉师五祖之命做了一首修行的心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哎，慧能大师他看了没有顿悟，他就来一个出血出世的这个见解：菩提本无事，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时惹尘埃。这个就是净性，每个人的心性是清净的，绝对没有污染的。那么来到世间上，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有五欲，你就眼睛所看到的不满，或是爱恨，种种呢，造成你心灵的不安，心灵的不平衡，那么就障碍到你的智慧了。五官眼耳鼻舌身都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当你反省忏悔过了以后，你刹那之间你会顿悟，那是真的，那我才是真。顿悟的那一刹那呢，才是真，不但以后其他都是虚虚假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结果都是假的，假的真不了，所以刹那之间你会见性，那一刹那就是真的。回想在74年的时候，念经念就念佛，念佛号锲而不舍，念到最后顿悟的时候，哇，那是真的。当我回来了，奇怪，我用手，如果人身体上哪里有颠倒的事情，用气把它灌顶加持，真言加持，渐渐就定下来了。这个也是妙法啊，所以各位你们一定要依法去修行，依照经典里面的开示了，我们去修行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可以很快见性，那才是真，否则一切都是假，一切都是假。好，我们再讲下去今生若遇顿教文忽悟自性是世尊。什么叫世尊？啥叫做世尊啊？你现在去看，去看到回来没有？去看到世尊有没有看到？入定的，对，有，我去看到了。入定的同修，你看到世尊是怎么样？有没有看到？告诉我。若是各位你们今生若遇顿教法门，你们现在是遇到顿教法门哦，不是渐进的法门哦。顿悟法门呢，顿教法门呢，是非常殊胜哦。曾经有一位我们的师兄，他几乎要死了，很难过，突然眼前一片黑，好像进到那黑暗的冲洗室里面，全部暗了。那一刹那，我完蛋了，什么都看不到，好像门帘被拉下来。原来我们那位师兄，他
心量之狭隘啊，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哎。来到奥轩博士，他要写字还跟老师借一下，我还是借他写。师父，这个笔能不能给我？我说为什么？这笔很好写的。我你哪把一句话？因为没出来呢。我只有这一支呢，没有关系啊，人家会再送你啦。你看，他都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他就越走越狭隘。有一天到玄佛寺，好，我们中午吃饭嘛，他吃了三碗了。他师父，我能不能再添一碗？我说你十碗都可以哦，十碗，不是只有一碗。师父不会这么想，啊，你吃越多呢，工作可以做的越多。这个，等到过一段时间呢，他又过来，师父，拜灶君呢，我水果可以拿来吃吗？我说可以呀。他就是这种心态，打很多呢，有一天就是哎，突然间看不到了，突然间悟了。顿悟，人生无常，过去计较遐啥，什么都看不见了，无有用啊！再计较有什么用？后那个心理上的挣扎，他说没有办法去体会。他说，如果有一天你死掉了，你就会体会。哎，太很好玩了。好了，现在你有什么感想？我不会计较了。我不会计较了，世事无常，真的叫无常，我体会了。啊，要走的时候，师父，那支笔给我来。哈哈哈哈，哦，所以啊，这一位我们的信徒师兄呢，啊，确实很可爱。啊，他差点死掉了，又悟到无常，啊，悟到无常。他每次来了都要跟他拿一件东西回去啊，那个包括一张小小平面他也可以。哎，这个人很好玩呢。啊，他这种没有心机，他一直要就魔心了，魔心他的他宿舍与魔住在一起。所以各位同修，你把这个顿悟法门啊，顿悟教文呢，你把它用在生活上，你马上就会顿悟。一切法，而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天高皇帝远。而一切法就在生活之中。像刚才这里哈哈大笑，也是顿悟法文呢。哦，不然叫你哭才是顿悟法文吗？也不是，有的在欢喜中。好，来改善自己的人生。有的在悲伤中，啊，有什么好计较？没有什么好计较了。这个之中呢，我们才去悟到了。所以各有各的不同，各有急躁缓慢的不同。曾经我们一个老菩萨，啊，他要走了，结果医生呢宣布他是肝癌。再不到三个月就死翘翘。有一天，他的儿子带到仙佛寺来，给我加持。我跟他加持讲了：“菩萨呀，卖计较，计较无用啊，计较没有用啊。你越计较，你的生命越萎缩了，越及早回去了。”跟老师啊，好艰苦。肝癌吼很难过耶，不到顶开没家，吼难怪吼很难过，干脆早点死就好，自杀又会掉进黑暗地狱，要受刑，好要在那边受困，很难过。好，那我也没有办法，怎么样才能赶快死啊？也有这种的人，
所以各有不同的领悟。啊，我叫你赶快念佛，赶快念阿弥陀佛，赶快念阿弥陀佛。哦，我认真念佛，反正都念佛。啊，那又活了三年多，活了三年多，三年多有一天呢，他突然间肝急性猛暴性肝炎呢发起来，只有两天，他把所有的该交代的交代好了。啊，他就起来，阿弥陀佛，哦，恁家菩萨，啊，我过来世间这几年来，哦，安怎，我要走了，再见喽，阿弥陀佛。哎，阿恁啷干啊？有搞无？好，那恁就阿讲，好，你足艰苦嘞，迄个四无风，迄有够艰苦嘞，你有经验无？无，安尼你都还没开工。哎，四无风的时才会开工，你知无？哎呦，顿教法门，顿马上领悟，但是马上领悟了，你要能够接下去。永续能够持续下去耶，一到马上挂掉都好啊。接下来一个会啊，拢嘛是安呢。尤其咱这老公爱啉酒的回来，啊，你讲没有没有？好啦，我绝对不喝了。我得罪你吗？哎，你讲么？最当时开始下手去顿手我，得罪白你吗？嘿，连我高以后，我念过念，我讲十岁买念掉，我九十岁才买念的，你都无要拆掉啊？哎，你今天学到一个顿教法门，顿悟啊，顿教顿悟法门。老公爱念酒的，啊，你的我教一个正法给你。咱的饮酒的老公，拢是饮到人公鸡，甲上公鸡，不是酒家的小姐做的公鸡哦，妈咪是爸的，诶，这个小姐公鸡哦，祖先公鸡啊，甲冤亲债主公鸡，冤亲债主借咱的嘴，伊爱去说，食一寡有诶无诶，好吧，啊，咱祖先。啊，品着酒味，因着一直在那啉，养成一个习惯，因着爱啉吗？那么各位，啊，你们呐、啊，啊，在教他们，早晚点香，甲历代祖先供，啊，堂上历代祖先，我某某人，啊，孙，你的孙什么某某人，真爱啉酒，真啉酒是唔对的，你唔好对着啉。恁都爱紧的回头，哦，甲保庇这个孙仔酒莫啉，啉了啉酸，啉了想者万一啊车祸死去，阿摆香烟无来甲你拜。哎，祖先啊爱小强悍的，哦，阿摆咱嘛惊人强悍，哦，惊啊孙孙强悍，你啊，然后嘞，你接了都请祖先到保庇，但是啊，你。哎，不必求了呢。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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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你一直个想你红尘拢保守教，念佛的是，也是爱饮酒。你讲啊，你来你饮酒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你个想啊，那迄个老公伊饮酒饮袂落啊，你饮袂落啊，是怎啊啦？就改掉。我们家咱这师姐，我你有够要修，我教你撇波。结果你讲先佛是张老师改，你破茶点喊我破掉诶，哈哈哟！哦，那师兄呢？有一个才来，老师你真牛，我什么牛？我唔知伊人，吼，我哩什么？但是你唔讲，无啦，你真牛啦！你讲啦，什么？但是我足含慢诶啦，无啦，你真牛啦！你啊拢计先，你会教我某去拜祖公啊？叫祖公叫我买，你们就拿好个地条诶。
我无讲嘅，我是甲你某教你某讲，你甲祖先讲，你都唔通对这孙子啉酒，这拢唔对嘅，吼、哦，咱唔接唔对嘅行为，咱唔好。我无教伊讲，迄、那个做阿奶我定调嘅，结果伊某，系啦，我都前面讲过，奶我甲定调，唔知未改，即系改酒。我现在不是传话，我讲故事给各位听。实在的是就啥呢？实在，我来拜祖先，说祖先阿爸苦苦对恁，苦苦对恁咩？啊，那么你，就爱甲祖先讲这唔对诶。阿孙某某人这，阿霞这里吼去啉酒，这拢唔对诶。去吃喝嫖赌瘾，这拢唔对诶。哦，你莫对得起，那对得起阿爸，你就落地狱，落地狱我才无法度救你。哦，你爱遐半穷汉，半孤立。哎，阿摆咱做那是讲嘛，你若看了子孙，那得半穷汉，半孤立的时候，你才跳出来讲讲，以前师父有敢讲啊，你要甲怪，无要啦。哦，这所以叫恶名在世啦。咱今修道学法嘛，解决方法。从善止恶，防患以未然，懂吧？好，那再来啊！今生若遇顿教文，忽性啊，忽悟啊，忽悟自性见世尊，见什么世尊？觉悟者，谢尊，咪大声个谢仙了。觉悟者，觉悟万法，万法世间万法都是在尽本分，在调和。那么悟道的人就是世尊，世上尊贵的人。尊贵的修行人都叫做世尊，都叫做世尊、啊、所以世尊就是尊贵的修行悟道者，释迦牟尼佛他悟道以后变成世尊。世界上最尊贵的不是宝物哦、啊、行者或是菩萨、啊、你就可以见到自己的见识，忽悟啊，忽悟自性见世尊啊！若欲修行密作佛，好，不知何处你相你求真？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这一段很重要，这一段很重要。啊，那么若欲修行密作佛，我们班长《佛说大阿弥陀经》，你们有没有《佛说大阿弥陀经》？没有哈、哦？那《佛说大阿弥陀经》呢？我们就你们大家要不要？要哈、哦？那我们请出版社看那有多少。送人来给各位《大阿弥陀经》，就我们庄严极乐净土、庄严自性净土的一部妙法，《佛说阿弥陀经》，然后再一个《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呢，他发这誓愿六度万行、六度万行一凹呢，他又再发四十八愿。六度万行，后天十八大愿，好，六度万行忍入
此戒布施、智慧、精进、禅定是六度完成六波罗蜜。后天四十八大愿，其中有时候若我做佛时，啊，我一定会受纳啊，煎灰、软动啊之动物他们的生灵。若是没有的话，我绝对不做佛，就是不能成就，就是这个意思，啊。禅净双修见真心，老天赐福见天坛，足得流芳禅机山。黄道之国平天下，禅净双修见真心，老天赐福见天堂。